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大家即日起到3月3号到我们彰化县立美术馆参观我们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吴菊老师的工笔抽象及陶艺展。那吴老师呢，是我们鹿港人，那他的创作非常具有特色，以这个工艺严谨的工艺手法呢，大胆的用抽象画来展现，不仅是展现在画布上，还有相关的陶艺作品上，非常具有可看性。欢迎我们所有乡亲朋友呢来莅临参观。新年新希望，彰化县文化局祝福大家新春诸事如意，新年快乐。